这就是印度式火车吗？这个太恐怖了，说实话印度是我不敢去旅游的地方，感觉有危险。他们是怎么上去的呢？不是二楼这么挤，跑完一整趟真铁得有一两个下去的吧，乘务员爬到二层去挨个检票吧，这咋整呢？这是我你不说好我真没发现，全是男的，为什么？不是这是什么情况呀？不是这真的掉不下去吗？凌空凳这两个，老子去挂一个打个假，怎么说？太夸张了呀！这个最后面这个站票是真的牛逼，真正意义上的吊车尾，你这是在喷那个烟子的，就坐在烟子上面是吧？就在那抽。说实话，这个白衣服的感觉体验还挺好的。我去，哎呀！